径哦，这个图非常的这非常短，应该伸不过去了，非常短啊，这切一条线了，这里它另外一张纸已经另外在这 baby 了，很短，然后跳上去以后写的非常的短促哦，拉长往这边扭转扭转，张开哎缩紧缩紧哎翘起来张开哦，它这种节奏做得非常的漂亮啊，像细微的地方都非常的精到，这就是我们要学的。划过来，比较圆劲，然后这个跳上去，送的非常的长，送开以后，它上面其实它在写字的时候都会保留那种前面笔尖怎么来的，怎么去的，啊，怕你不知道，还要扭一下，告诉你从这笔从下面带来的，这样划过来的，这用力折的，这撇过来的，然后搭到它过来这边整个粘住以后，它用力的翻折，然后再弹回来，有个弹性圈圈。然后这边 QQ 的 QQ 的，哎，保持 QQ 的，然后这边还稍微绕一点点，然后 QQ 的 QQ 的，哎，啊，就是它每个字的字态用笔啊，真的非常的灵动啊。